真正的改变我的是97年，因为当我还在追求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那个金融海啸来的时候，金融风暴，风暴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亚洲金融风暴，我赚这个钱我已经很不错了，那个时候可以2000万港币一部电影，在香港也是最高的一个 top 了，太多钱了，92年，太多钱了，没有没有，太多钱了吧？对对对。但是你看隔壁的那些做金融的人，更有钱的人，他打个电话就说，哦，昨天赚了5000万，后天哦赚了2亿。他们是华尔街之狼啊，不是，对，所以你会就是说，我要靠外面的支撑，金钱名利来支撑我的快乐的话，那到什么时候才有呢？到什么时候才真正的快乐呢？但是我看了那些百亿富翁也有快乐和不快乐的时候，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有点问题。搞不好香港煮那个广东粥都比他们快乐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问题，我要重新思考。